今日佢開賣咧，其實都我諗唔夠十分鐘，佢已經係賣曬暫停供應啦。我覺得今次佢嘅炒風應該係炒得幾高啊！我預計可以去到16,000至18,000左右啦。大概12月頭嗰陣都冇問題嘅。我自己估計就應該冇問題，因為始終佢嘅貨量都少。咁呢個貨量少會唔會再升啊？個價有機會㗎，可能會創出一個神話。